好，我是 JK，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健谈。我现在呢就在美丽的北加的海滨城市 Santa Cruz， 再往北开15分钟，我们就到了这个全湾区最大的鲍鱼养殖渔场。我们现在走吧。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海哥的叫 American Abalone Farm。 Hello 海哥，哎，欢迎你们来。这就是海哥英文名 Ocean。 今天呢我们要他带我们聊一聊他的这个在 Santa Cruz 的这个鲍鱼养殖场的故事。这个鲍鱼场原来是培养三文鱼种的，他们养着的三文鱼游出去了，就没有回来啊，就游出去没回来，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改为这个养鲍鱼。哦，是我一个朋友的爸爸开始的。 OK， 对，美国人。后来我是04-05年来这里玩，就见到他们自己养鲍鱼。哇，说但是呢他们亏钱，卖不出去，就是卖批发商批发。对对，他们没不会卖，还是怎么样？总是卖不出去，亏钱。那我看到，哎呀，鲍鱼很好东西嘛。对呀，在我们中国人眼里，鲍鱼是又贵又好的东西。对呀，那就我要帮他忙嘛。嗯，然后是把他鲍鱼全卖掉。哦，是吗？对，卖掉。后来就是我跟他们签了一个合同，就是说他负责生产，我负责卖。OK。就是一直都合作得很好，从04年就开始了。对了，后来我其他的生意多了，我就没有管他们了，要他们自己来卖。就到了后来19年吧，这个老板要来找我，哦，现在不行了，这个鲍鱼要卖掉，鲍鱼全卖掉。我说好啊，那我就接了吧。海哥，你们这里的鲍鱼，比如说跟我们在香港吃的，或者在广东吃的这些鲍鱼有区别吗？品种上？那肯定，这是美国红鲍。美国红鲍，加州红鲍，对。哦，就是它是红色的意思吗？在海里长这么大的，一样的。哇，一样的品种。OK。但是我们养在暗箱里面养，所以它的肉质跟野生的不一样。OK， 肉质更好吗？更嫩。更嫩哦。对，所以我们这个鲍鱼做沙西米是。就做刺身。刺身是非常的好。这个鲍鱼场以前出口到哪些国家？有去日本，有去过香港，香港加拿大。那这些出口总共一年，它大概能出口多少钱？或者说收入总共的卖这些鲍鱼的总收入能做到多少钱？可能几百万吧。几百万，哇，那很好了。有的。这个地方就是培育的地方，就是育苗吗？对，育苗，我们把那些母的公的一起来对种。哦，原来鲍鱼还需要这样啊？对对对。哦，对种一大概一到时候一个这个桶呢，可能一对出来有100-200万只。所以这些黑盒子就是育种箱。对，我们把一箱放在这里3-4天啊，然后是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大概一年200-300万只是没问题，把它长成200-300万只。哇，200-300万只鲍鱼。对，我们现在进去看第二步育苗，这里跟个迷宫一样，这都分上下好几层。OK， 这里呢？这里是做什么的？这里是把苗育好了啊。然后就生下来的，它是产下来是卵吗？卵跟精，那个卵跟那个精对嘛？啊，对出来2-3天，那个小苗就出来了嘛。小苗就是很小的鲍鱼，看不见的。像什么？像蝌蚪一样吗？没有蝌蚪这么大。哦，好像是个一点点，像细胞一样，细胞一样大一点点啊。然后呢，它们会放在这里，这边呢可以把首先把食物放在这里，就让它发酵2天，把那个全部粘上了。全部沾上什么？全部那个食物沾在这个盆里。对，然后这小鲍鱼放进去，它就会吃。
哦，慢慢吃，吃完呢之后呢，要把它捞出来，又放到另外一个缸里面，大概吃半年到一年有这么。哇，我以为你说的这个对，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半年到一年大概有我的指甲这么大，有指甲这么大就可以给它换一个缸了，就可以吃海藻了。那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大的鱼苗的。有这么大的，我现在带你去看。对，那个苗已经刚已经育完了。对对对对，刚搬过去了。好，我们现在去第三步，就是从看不见的这个鲍鱼卵呢，变成稍微能看见的指甲的大小的鲍鱼。小鲍鱼在这里。哇，这个一层又一层的，这一堆都是小鲍鱼，你看。哦，它为什么都聚集在一起，没有分散开？这是海草，这就是小鲍鱼啊，还会动的。这小鲍鱼对，已经开始动了。这个鲍鱼差不多一岁了。一岁才长这么点大，对，观众朋友们，大家看看，这就是一岁的鲍鱼。想想，这么努力一年才长了这么点大，啊，给他们放回去吧。原来鲍鱼就是吃这种一片一片的海草，哇，都好黏哦。这个每一年的鲍鱼啊，它都要去转移这个养殖的地方。我原来以为在一个箱子里面，从鲍鱼的出生到一岁、两岁、三岁、四岁都能在一个地方。其实不是的，这个工作量还蛮大的。我们现在要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看这个一年多的这个鲍鱼这个大小是大概是多大啊。这个是一年多的鲍鱼，大家看这一年多的鲍鱼跟我们的这个大拇指，比我们的大拇指要大一些。对，两个大拇指这么大了。哦，看这底下全是，哇，这么多水草吗？他们要吃这么多水草？对对对。哎，海哥，这里大概有多少箱的？这里大概有两三百箱吧。哦，两三百箱这种一岁多的。对对对对 ，OK。所以就是每次它长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要再把它运到下一个去吗？对对对对。哇，那好累啊，好多工作量的感觉。是这样子的。一箱里面大概有多少只呢？500只。哇。对，一箱500只。哦，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浮在表面的，对，就吸附在上面的。对。但这个底下还是有很多只的。对对对对。哦，我以为所有的鲍鱼都是吸附在上面，很多很多间隔。哦，竖着的也有吸附的，对对，上面的也有吸附的，对对对。哦，那我们看呢，我以为半天，我以为全部所有的鲍鱼都会吸在最上面，都在里面。这里总投资是大概要多少钱？整个厂，整个厂一直到现在啊，两千万左右吧。哇，2000万美金。我给大家看一看，长了六七年的鲍鱼有多大。如果他不跟我说这是个鲍鱼的话，我可能不敢说它是个鲍鱼，因为太大了。哇，它还往外喷水哎！我如果动它的话，它会往外喷水，这是在保护它自己吗？海哥，这个是算几头鲍？不止一磅吧？这一个就不止一磅，超过一头了，超过一头了。这个大概在多少钱呢？市价大概多少钱？我们现在没人卖，养在这里。养在这干嘛？就收藏了吗？对对对对，太大了吧？太大了，也不知怎么卖。这个如果卖到比如说香港、日本，这个大概他们那边的市价是多少钱一只？肯定超过100，超过100美金。这个肉很厉害，很厚啊。你看，非常的肥美啊！这么大的鲍鱼放在我的脸上面比一下有多大啊？这可以做成衣服。在我的身后呢，就是海哥的鲍鱼养殖场了，但是在我的面前，就是太平洋。因为养殖鲍鱼呢需要用到海水，所以他们有一个管道是直接把这个太平洋的海水送到他们的养殖场里面的。这是直接从那边太平洋抽过来的水，抽这里，抽这里，循环到那个鲍鱼养殖场里面是吧？对，那个水泥就是我们的海水，从这里下去。后面还有一堆人在这里玩耍，对，你看那个什么，那个冲浪的好多人，你看你。这个抽水是24小时的吗？不是，我们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哦，只抽8个小时，停几个小时又抽这样子。Okay. 从海里面抽水需要给政府签或者什么特殊的执照是吧？我们有抽水的 license。哦，这个东西应该。不太好拿的吧，应该已经没有了，应该很难吧。OK， 因为鲍鱼农场才美国才三个，美国才三个鲍鱼农场，就是加州，哦，加州才三个半个鲍鱼农场，这个是最早的。哦，由开厂到现在30年，所以基本上其他的鲍鱼的种子
都是在这里出去的，都是这里出去的，啊，包括智利，包括智利。对，这个 license 每年需要付钱。renew 对，要给钱的，要每年 renew 这个牌照。对，但是这个本身抽水这个是不要钱的。对， okay. 抽水不要钱，但是牌照要renew，一年大概10000多，啊，这么多？我以为你说的是几百块钱。没有，还有这个什么海草的 license。鲍鱼的 license， 哦，你有很多，还有卫生 license，哦，还有我们买卖海鲜的 license。你们现在这些鲍鱼都是卖到什么地方去啊？现在主要是一些 market， 有一点点餐厅，但是因为现在产量不大，因为山火嘛，山火是我们损失的大部分。但是现在小的这么小的山火为什么会导致你们损失？你们这里也没着火啊？把路封掉，员工来不了，没电。哦，店也停了，店也停了，员工也来不了，没人管，这些鲍鱼就死了，有20多天吧，哇，所以损失也很蛮大，损失多少钱大概？预计几百万可能有，哇，是很多嘛，山火过去一年多了嘛，啊，现在这么大的鲍鱼，小鲍鱼呢，啊，也很多，哦，但是现在这么大的能吃的不多，所以这么大就很多，不是对外卖，就是供应自己这个餐厅里面，对。来这个 market， 来这里买，在这个 market， 所以大家可以来这里去买这个新鲜的海哥这个鲍鱼养殖场里面的鲍鱼，这里有一个市场，而且可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吃的吧？我看你还放了好多个桌子。我们是做出来让他们自助吧？啊，自助。我们有炉租给他们，他们可以自己烧来吃。满汉全席，满鲍全席，哇，抱着鲍这么多鲍鱼吃，就这么吃了。今天这是通风豪华套餐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健谈到此就结束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海外华人海哥呢在美国养殖鲍鱼的这么一个故事。如果你也是在美国的华人，你也有一个精彩的创业的故事，麻烦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跟你一起去了解你在美国的创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海哥，谢谢，拜拜，拜拜，拜拜。